传奇啦。Hello， 早晨啦！今日我哋嚟到布吉嘅安达曼达水上乐园啦。呢度咧有大型嘅停车场，早少少嚟嘅话咧，都一定有泊车位噶啦。入去啦！因为要睇天气啊，所以我哋选择入到嚟先至买飞。如果网上订票咧，听讲系平啲嘅，不过唔紧要啦，用埋啲泰铢佢。安达曼达水上乐园2022年5月先至正式开幕嘅咋，斥资45亿泰铢嚟建造啊，占地9.3公顷啊！我哋今日入去大玩特玩啦、啊！现场买飞要1700匹啊，咁就包入场费啦、毛巾同埋 locker 嘅，湿咗身先啦，好热啊而家。第一件咧就系玩呢个 Angel Slide 啊！第一件事系要排队攞咗呢啲橡皮艇先，上面都排晒长龙啊！好紧张啊！有呢个艇都会快好多嘅。哇，好惊啊！等到是最痛苦的。Are you ready? Yeah!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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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我真的不敢玩了，老公去了挑战这个 Dragon Drop 啊，即是平日在那些综艺节目见到呢，入了去那个箱之后倒数3、2、1之后直落跳，好惊险的感觉啊。好像跳楼啊嘛。 OK 的，是那一下咯，那一下如果你克服到 OK， 好玩的都。好熱啊！咁樣咩？啊，遞高啲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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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唔驚啊！當你玩咗 Angel Ride 之後咧，呢啲全部都好濕碎啊，所以我哋決定跳曬其他嗰啲，直接去玩鐘擺啊！我哋而家先睇呢个二高发哇，好辣脚，好辣脚！哇，背住啊！我背住好惊啊！哇！
好玩啊，因为我哋去到临尾咧背住咗咁样落啊，好刺激啊！落完啲嘢食都唔系杀你噶，一个餐大概百几二百匹都有噶。我哋而家嚟到呢度等人造浪啦。玩嘅體驗啊，佢都好方便噶，入場包埋呢個 locker 啦，咁就可以無限次咁使用，同埋你可以充值呢一條 locker 時，之後臨走咧就俾佢退翻錢。去完水上樂園之後咧，我哋而家就開車去全布吉島最靚日落景嘅地方啦，佢位於布吉島嘅最南端。有呢個神仙半島之稱，或者叫做神之海角，我哋就去睇下佢嘅日落有幾靚先。望到太陽啦！呢度唔俾開車入去噶，所以大家都要泊低架車再行入去啊。係啩？咦，其實佢係攔住咗，但係個個都捐呢條罅上去咯。Keep the tie you lay for In me grew Run tight because of看完日落千祈不要急着走啊，余晖才是最漂亮的，手机都拍不到啊，整个天泛红啊。看日落附近有间很漂亮的餐厅的，啊Собаки, если ты не живешь, Алис.